Hello， 家人们好，开饭啦！介绍菜系。今天菜系老丰盛了啊！这个胶质的排骨、哎，这里还有肉呢。尖椒酿的肉，啊，二把蒜啊，这是我买的，不是我腌的。肉馅挺多呀。那造吧，先来一个。哎，我来这个吧。嗯。小排骨，有没有食欲，老铁们？呀，脱骨了。嗯。还是排骨香哈。嗯。但现在排骨也便宜了。嗯，真香，小骨力多啊，小排骨太带劲了，嗯，这都是骨呗，嗯，要补钙，嗯，和我，嗯，狗一闻的骂我两句啊，啥也没有了。哎，这小白胡子太好吃了，好吃，天天吃，排骨现在便宜。我家这块金牌，嗯，来又增加了20斤，你家这卖多少钱一斤？家人们，给我俩点个双击。点个关注啊，你就更讲究了。感谢家人们。嗯。插嘴。嗯，跟画里猫似的吃的。我妈小时候就告我这么插，撅着，不是好话。嗨嗨嗨嗨。